这里是蓝雨竹都农家乐，这里是岐山山脉，其实应该不能在包厢里面吃，包厢里面其实没意思，在这种空旷的地方，蓝桥，在蓝桥吃，别有一番风味。给他看一下，给他看一下，这边上去二楼嘛，在二楼，这还挺大的，这边是主楼。点了，点背包送吗？帅哥，来一杯吗？啊，走。前面，这旁边都是乡村，蓝雨乡村，也不知道这个村叫什么名字。哇！这什么？哦，这厨房在这栋楼里面，靠山边的。哇，这院子有点大。晚上这个灯点起来应该很漂亮。你们站开呀！这么大的，这要几十号楼？二十号楼嘛。哦，还有个茶台，红木茶台，红木办公台啊，都是茶台。二十人的大桌，好的，我们在另外一间参观一下。其实农家乐的菜跟市区的那种农家菜其实是经营差不多，不过这边的农家乐比较多，估计他每个农家乐都有自己的特色菜。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菜单，哦，这边可以点菜的。你好，贵五帮我们上菜啊，可以上菜了。竹都农家乐，也是一样的，都是海里面的东西。红鲟168，锅龙，这边都是预制菜，已经做好了，我喜欢。现在天色渐黑，哇，雨好大好大。它这里还有内部自己的停车场，刚才外面的停车场都已经很大了，还有停车场，而且包厢又多，外部的也很多。夏天的话应该是相当相当凉爽，有水啊，有水就不会热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上去，已经叫了上菜了。哎呀，生意还可以啊，门口进来没有几桌，里面还很多。哎呀，疫情期间酒楼的生意是不好干。呀，我妈了，太多了，我陪人太多了，昨天拍的。那好了，你家店子倒没。那他这个没冲啊？哦，他卖的好啊。都开张啊！哇，美女，看你脸呢。这哪呀？给俺妈是小赵，他没年好了呀。充电宝，那个小赵，哎，以前喝酒都是这样子的。小赵以前喝酒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名字是谁起的这名字？啊？文化，之前不是要叫文化的吗？是你起的，我的，你起的，我从哪我也玩了嘛，哦，这孩子是怎么？国立我去，你国哪来？哎，我去，我哪好久了？怎么王传祥？哦，我哪我是按传承吉祥。对呀，怎么教育的？怎么教育这么好啊？真的，是
小赵那当然，我跟你说，读书教育很简单，很简单，要自己应对。跟他没有关系，没你们喝什么？教的是理念，明白吧？教的是方法。越南，我等会再录。哎，没方法教。好，明天我画个教育了，我到灯塔那里跳。怎么样？灯塔。搞得一样了，等他都退潮了，就好有，那你没退潮没有？我有，我要转头看看。没有这个，哎，停，我要拼个吧，拼个准备准备，没小赵这杯酒还没到，哎，加强一下啊，主播，哎呀，再加再来强，大家滴滴杯，大家滴杯都干下去啊，干下去啊，对，哪有都干了，打开的，干了都干了，不能放假，杯子不能放假。一滴点，一滴点，你看你，尝一下，小白是生鲜嘛？平平安安来。我有空的时候，小道没空。哪里？露出手吧。我倒有空。这上菜有点快呀。我小林跟小道说晚上请我们吃饭，小林我那天特地中午大中午没跑到食堂，本来在食堂里面吃饭，我后来想想一想还是不去吃了。哎呀，要我把他打的锅里没有。该来装退呀。好，好吧，再挨一个。那老板娘还能记得我，我说，哎，以后没问题就没有。老板娘说，哎呀，他都忘过了吧？我讲。哇，还记得？会记得。然后，来，过来坐啊，把这个电脑我们为这家店能够搞到这么大规模，也当年也添砖加瓦，他们都加了很多。请跟你讲话，吃吧，该该吃的。已经很难吃了，六个人吃了这么多。这就是农庄的夜景喽。好，本期小团圆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。喜欢视频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订阅、点亮小铃铛。感谢你们的收看，你们的持续订阅是我视频更新的动力。谢谢，拜拜。